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系已经先去侦查，主峰上没有发现敌人。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是。给我追击！有人呢？不知道我，快点撤！快点围绕我！ 他等我日归来，东西垃圾外国，打不走。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迫击炮缴获的还有几箱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我都让机炮连带上。光靠这些沙包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 老四，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的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的开阔地了。好，报告宋营长，观察清楚了吗？发射塔来好了。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是。小连长，到。还是你们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是，保证完成任务。 什么？这是咱们的炮，停止炮击！太好了，咱们的炮弹发威了，炸死你这个王八蛋！张旅长，火机一停，马上冲锋。你现在就带着部队前进，越靠近敌人越好。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是，所有人收的东西准备转移。打得好，是时候了，是啊，是，同志们，全体出击！ 冲！越靠近敌人越安全！冲！快点跟上！跟上！有电梯！电梯！电梯！ 尽快通过危险区。是，走，上来，报告。我们随回营长牺牲了。连长，打吗？不打，这是兼并，等敌人大部队到了再打。
기다려. 멋지게다. 야, 빨리 일어나. 계속 든든해. 더는 못 오겠습니다. 힘들어 죽는 거나 전설 더 하는 거나 마찬가지입니다. 대통령님! 당관을 가져오겠습니다. 됐어. 이 중대의 작은 부정은 아무것도 아니다. 자네, 먼저 중대를 이끌고 최대한 빨리 정진해. 우리를 잡아야 한다. 네, 알겠습니다. 그리고 민홍산이 여기서 멀지 않다. 언제든지 적을 만날 수 있기 때문에 전투 준비를 잘할 수 있도록 바란다. 네, 알겠습니다. 部队派出警戒哨，原地休息，准备收入工事。是，一班跟我来。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防御。是。吴县班班长，有。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市直局的联系。是。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头又固定的仗啊，先后都不安全。但愿王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好。南路地势平缓。 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没错。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了吗？看见了，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工地。你说的对。 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 观察哨就放在这儿。的确是个好地方，你去安排吧。是。走去后山看看。西边，一路拿，一路拿，뭐하는거야？ 계속 정진해。 아들, 멋지겠습니다. 시계 해주십시오. 더 뒤면 좋습니다. 마지막으로 얘기한다. 일어나. 계속 정직해! 명령에 부복하는 자는 여기서 영혼을 수거할 거야! 山下有枪声，应该是七班和敌人接上火了。我也听见了，敌人过来的速度够快啊。七班所在的小高地离咱们这儿也就两公里，我派三班长带人去支援一下吧。不用，三班长，走，你带着八班九班过去，接到七班就撤。是。接到就撤，不让他们多阻击一段时间了。不需要，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够。我倒是希望追击我们的李伟军能早点上来。希望敌人早点上来，为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去执行吧。是，等等。接到七班之后呢，不要往秃鹰岭主峰撤。那我们去哪？想办法把李伟军的大部队让过去，然后在后面打他们，打完就跑，不要被敌人缠住。
是。队长，你又有什么主意了？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李伟军拉出四五个连，从秃鹰岭的侧后方进攻我们，黏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王营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那个时间差，迅速的给后面的李伟军致命的打击，至少要打到他们一时半会儿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才行。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敌人那兵力是我们四五倍之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都说集中兵力歼灭敌人，这一次我想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你是说分散兵力？你看这样行不行？형어떤가동들을따라잡았습니다좋아민성호우주가얼마남지않았다모든주력부대를동원해서적을섬멸하고고지를점령한다부사장님제생각엔정차적으로면역을투입해시간끄는게좋을것같습니다일단황창호가미군을데리고오면그때협공을해놈들을소멸해도늦지않습니다자네놈들에게너무당하다보니몸을살리는거아닌가적은한개중되고우린다섯개중돼야충분히박살내고도남는다고내가그런자신감이없었으면이개고통을하며자네를따라왔겠는가네알겠습니다그럼지시대로주력부대를보내놈들을소멸하겠습니다하지만적의정찰병은장비와전력이일반부대보다훨씬우세합니다그러니철저한계획을짜서공격해야합니다좋아유병두개중대를준비시켜포위소멸작전을준비한다자네부대는어떻게됐어아직도착하지못했습니다한번에강행군으로몇킬로미터나떨어진다는게말이나되나도대체평소에훈련을어떻게시킨거야군도의적을기껏해야한개부대입니다제생각은한개소대를더후방으로보내는게좋을것같습니다좋아그렇게해네알겠습니다너들나를따라빨리조용히처리한다앞에적군이다다없애버려
这边还在战斗，这样，八班右侧，九班左侧，把正面进攻小高地的敌人给我打下来。是，九班跟我走。 한다고? 이건 조용대회입니다. 한가위 준들이 더 보내 저들이 넘어지지 못하게 막아야 합니다.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제가 항해 준대 데리고 가겠습니다. 최준대, 나 따라와. 적군의 항해 도각해. 기계화 준대 도착했습니다. 왜 이제 온 거야? 빨리 전투 준비하고 전벌을 지원해. 네, 알겠습니다. 준비해, 멀리 서.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许参谋，你来是？可能你不知道，老陈。 梁副参谋长呢？目前收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占秃鹰岭了。他去了秃鹰岭？文杰，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是啊，你看他带队齐齐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突云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十九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是。参谋长，师长，梁辰联系上了。 啊！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好消息啊！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两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左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 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良辰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良辰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良辰。 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梁晨，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好，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同意。师长，您看，快点，跟上，跟上，快！先进手术连，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营长，把枪拿好啊！少年都弹尽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不是我上次的战士只剩下371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好武器装备，马上出发视察秃鹰岭。是，快跟上，同志们，快！ 부산선제님, 놈들이 도망쳤습니다. 도망가지 못하게 막으라고 하지 않았나? 수류탄으로 오마하면서 도망쳤습니다. 부대는 파견해 수색해봤지만 흔적을 찾지 못했습니다. 박격포가 사격 준비 끝났습니다. 목표를 지시해 주십시오. 다 사라지고 없는데 지시 뭔 놈의 지시? 백준영, 자네 생각은 어떤가? 생각에 부대를 정도 대응으로 상기시켜 수색하는 동시에 민동산을 점령하는 겁니다.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세계 수사차! 액션! 快! 제발 快다! 后面跟上! 你出来，腿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我不是说了吗？凡是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营长，我这腿没伤着，骨头不碍事。命令就是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们的遗体。营长，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 也好，像参加更好的战斗。那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营长，我求你了，放手，跟上带我。是。小军长，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嗯，情况怎么样？突然找你拿牌，布置好了。 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好，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敌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户追捕敌人合以无的了，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好，迫击炮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
让敌人摸不着。关家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珠峰一带敌人的动向。南路的侦察和社副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社副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李伟军向南路逃跑。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近了也未必能够发现。侦察小组那边步话机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梁队长，梁队长，梁队长，是指挥吗？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四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阵地。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局，有，给师指挥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管理，管理，我们进攻！管理，重点！呀，管理，上路了！이번에는있으면또혼난다빨리움직여이번에도늦는다는혼난줄알아속도올려빨리빨리빨리안해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师弟托多要几台步话机，这下全都用上了。把所有的步话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是。속도올려빨리빨리这是三排在狠狠地揍敌人屁股呢，快到咱们了。梁副参谋长，我去炮阵地了，你注意安全。一般的四个战斗的小组就在附近，有情况你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我先走了。等会儿。记住啊，别着急开炮，等我的命令。再给李伟军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把占领主峰的消息传出去。是，明白了，注意安全。무슨일이야적군이박격포진지를공격했나봅니다저희가만만치않은상대를만난것같습니다만만치않은상대라고그저한계중대가얼마나대단한지지켜보자고한계중대이끌고후방에가서무슨일인지확인해예알겠습니다우린계속전진한다네알겠습니다앞으로전진전진빨리빨리움직여准备撤退排长这几门炮还好着呢这儿还有炮弹把能用的都扛着敌人送的吧不拿白不拿是同志们炮扛上走张师长到把齐路叫来啊我不能离开你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队长您好我去这边队长什么情况情况很严重周围没有发现敌情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歼敌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
是，这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班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我说到做到。哎，队长，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哎，你，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保护你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都是给你们惯的。队长，方便你也要跟着吗？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快，营长，您看，大家都加油，快赶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部及时，两位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给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부사단장님철수종인등바로그진지가공화당해기호화준대주의장이찾아했습니다준대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검처민노산작전의요하주가봐복귀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다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네알겠습니다자우리도출발한다네알겠습니다앞으로전진자가자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哎，对，乌龟吃饱了。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收到，通话完毕。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冠心病，对。무슨지시가있으십니까？사단장님께보고해라，우리가고지를점령했다고。지금바로보내。네，알겠습니다。아그리고미군이오인폭격하지않게황참모에게도연락해，미군이오지않아도된다고해。
우리도 가지. 지형 확인 후 방어 배치만 잘하면 사단으로 돌아갈 수 있겠어. 네. 가자고. 안내 말이 맞구만. 민중탄 이남은 위험하지 않구만. 우린 반드시 이곳을 사수해야 한다. 사단장님도 우리 작전에 만족하실 거야. 백창호, 무슨 생각을 그렇게 골똘히 하나? 중국군의 침투 부대가 어디로 가는지 걱정됩니다. 왜 아무런 정황이 없었을까요? 상대 못할 적을 만나면 36개 주랭랑이 현명한 법이야. 설마 함정은 아니겠죠? 자넨 다른 건 다 좋은데 그 쓸데없는 걱정이 너무 많아. 걱정할 거 없어.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一组收到，一组收到，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是。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梦，打！开炮！开炮！放给我们了，天！那你们回来受不了，你给我起劲的，快点，我们起劲，快点！